王主委请。徐委员好。主委啊，早上有听到廖国栋委员说这个解冻案啊，其实解冻案真的是对你们来讲很重要啊。因为解冻案那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解冻了，然后到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开议差不多真正到委员会审查的话可能是十月份嘛，对不对？是。那十月份审完之后呢，照程序的话还要经过程序委员，然后再经过院会通过，对不对？是。那可能要到十月底或者十一月了，所以真正剩下只有两个月。是。那像我们这次延宕那么久只剩下一个月啊，你即使今天过了你还要院会通过嘛，可能真正解冻可能要到十二月初啊，可能现在已经十一没有，可能要到十一月中或者十一月底啦，啊、哦！不跟我报告，因为它里面是在卫环这边报告完了之后，有些就解冻了吗？不要经过院会吗？有些是报告完之后就可以动支。我也不是很清楚，主委不清楚，解冻完之后是不是在出委员会就解冻了吗？就可以钱就可以用了吗？啊，主秘是不是这样子？主秘你晓不晓得？啊？不是我真的不清楚，这个在委员会解冻完了之后这个钱就可以用了，还是要经过那个院会的这个一个程序，要到院会一个程序，我们没有人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主秘你是确定是这样子吗？好，主秘报告一下，我真的不清楚。通常委员会出去院会那边不会阻挡，报告完毕啊，还是要送院会，还要送院会嘛， 对不对？还是要有点，至少可能还有个两个礼拜哦。啊、哦，不是委员会出去就可以用钱呢，因为它也是一个算不算法律案呢、啊？法律案嘛，所以那当然要经过院会，是不是这样子？是，所以这个时间肯定又耽误了。我现在我是为我们各部会着想了。你看这样解冻的话，假设时间算起来的话，差不多要真正的用到钱的话，可能解冻可能到，假设到十月底十月份开，也不可能十月份就解冻了。顶快十月中吧，啊，最快十月中，十月初赶快排，然后呢再经过院会通过啊，然后呢最快十月中啊，最慢可能要到十一月啊，十一月中，中间可能会有一个月这样子的差别了。那这样的话，你这个钱解冻完这钱，假设它动的是三分之一，动的是四分之一啊，动的是五分之一，那你用得完吗？用不完怎么办？就缴库吗？还是这钱不能留着吧？有些是可以办保留，哦，可以保留到明年。对，有特殊的事由是可以保留到明年。那一般的呢？不，一般来讲，会计的单位比较不希望用保留的方式来做出，因为审计单位有时候会有意见。嘿，有没有说就有什么就要缴库的？有没有？也有这样的状况。有这样的状况。对，当你没办法保留或者没有办保留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缴库。所以我是想，假设被缴库的话，那表示你这算不算你们这个执行力不够啊？这根本报告就说其实是就说对于我们想要执行的业务来讲会有一些困难啊，最主要担心的是影响到劳工朋友的就业权益，也担心影响到我们同仁的，会影响到劳工的权益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在这个解冻案的时候，这个到底要解要冻结多少，这个很重要啊。你只要冻结的太多的话，因为你剩下的时间不多，哎，顶多两个月，大概是两个多月，是不是？那你要冻就冻两个多月的这个预算还是怎么样啊？或者你有的，我是不清楚你们怎么编的，但是这个只要冻太多的话，你即使解冻也对你们也没有帮助嘛。啊，假设能保留当然最好了，要不然就说你们行政执行不力了，这个预算给你们还是保不住，你们还是要那个收回国库啊，这对你们来讲也是蛮冤枉的啊。所以我是想事先是不是沟通了，跟委员沟通一下，可能委员没想的那么多了啊。沟通一下，哎，这个案子真的是不能动太多啊，动太多的话会影响到这个将来这个可能会收回国库啊。是，我们会遵照委员的指示办理。好，这个你说有个那个劳工保险法第十五条修正草案已经那个原来直辖市政府负担的这个保险费啊，这个补助款现在由中央全额负担，这个案已经送到大院来了，是不是？是。那我们大院已经列入优先法案了，那在这里我们也拜托
是不是今年一定要审过？这个案是不是今年？如果越早审过的话，明年就可以开始执行，那就不会有一直欠费累积下去，没有办法能够追讨的问题。主委，你要告诉我们两个招委啊，就是最好是赶快审过，这样应该是今年一定要审过吧？应该是今年一定要审过啊，所以我们拜托那个拜托委员支持，这个招委要注意一下这个啊。好，再来就说哈。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啊，这个我们很多的短期促进就业措施啊，都要陆续的要退场了哈。那现在就说这个97年下半年度哈，好，一直到97年10月份呢，推动这个立即上工计划啊，一直到98年9月22日截止啊，这个立即上工计划是不是？这个计划是到是不是到这个时候截止是吧？是，跟委员报告，我们立即上工部分总共有7万多人上。7万多人，对。然后对。那这计划截止就结束了吗？我们另外有一个就业启航计划，今年就接下去。对，内容不太一样，都是一个基本本质上面都是一个雇主奖励的制度。那只是我们立即上工的时候，在金融海啸刚发生的时候，所以我们扶助的对象包括年轻人失业比较长的，或者包括中高龄都有。但是今年我们就锁定只有针对中高龄，所以我们推出来的是今年是锁定中高龄的，对，特定对象，特定对象，针对特定对象的就业启航计划。可是我今天看了你们还锁定竞聘那个要发那个成功就业津贴，这是什么样一个方案？跟委员报告，那个是经建会正在筹备的一个想法，嘿，那事实上还没有找我们去讨论里面的细节内容，所以目前都还不清楚里面的规划，还没有定案，哦，嘿。哦，这个你们还不知道啊？那报纸上怎么写的那么大一个？哦，是经建会一个短期上面写的是经建会的官员透露。对对对，你都不知道是吧？啊，就业津贴呢？这个成功就业。要发这个成功就业津贴，将来是不是还是我们的事啊？还是老委会的事？这可能要问经建会的官员会比较清楚。那将来是不是细节部分我们还没有讨论到，嘿，还没讨论到。但是这个工作是不是到时候还是我们老委会的工作？因为目前还没有跟我们做进一步的接洽，所以不甚清楚目前会进展的方式如何。那到时候如果我们有参与到，我们也提供我们的专业意见。好，好。那个我们97年那个多元就业方案呢，啊，我们当时我们聘用的人员啊，有留在那个职场的有多少？留在我们目前职场的，重返我们职场的，我们那时那个多元就业方案，我们聘用了很多人嘛，对不对？啊，但是能结束之后呢，他能够还回到他原来的职场，是有多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看97年、98年的县市政府跟公部门的再就业率的部分，大概有56.76%有再就业，就一半以上，嘿，有一半以上是。哦，有一半以上再回到原来的职场，对，56.76%，嘿。哦，是这样子了哈，哦。那假如这样的话，你对这个到年底那个我们院长所讲的啊，要降到失业率要降到5%。以下有没有信心呢？我们会全力以赴。你今天早上也是讲全力以赴啊，全力以赴就表示不一定了。基本上我们有信心，有信心啊，对啊，就想听你这句话，我想应该有信心呐，啊，哦，应该有信心呐。那再来请教那个主委啊，那个派遣专章啊，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啊？你们说8月份要把这个派遣专章要送出劳委会的大门，但是现在进度怎么样？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草案呢，啊，都已经都有版本了，嘿，然后其实也本来很希望很快能够送到行政院，嘿，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资方的意见，我觉得比较不是问题，嘿，我觉得劳方的意见对于这个版本，大家觉得好不好，要不要再修，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那我目前比较担心的是说，因为有一些劳工团体他会认为啊，我们把这个案送出劳委会的大门，就代表政府啊让派遣啊就地合法。难道你不是让他就地合法吗？公务员报告，不是，因为现在目前的状态他就已经没有违法，目前的状态他就已经没有法可管，目前根本没有法可管，所以他不能说他合法，但是
目前他也没有，就是无法可管嘛。对，他就已经现实存在的一个事情。所以你才用一个，才要用一个派遣专，用一个派遣专章来规范嘛，来规范是对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是站在保护劳工的立场，但是我知道，如果这样的立场，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劳工团体沟通说明，让他们可以接受的时候，只要这个版本一出劳会的大门，等于把烫手山芋丢给就是他们还没有同意，完全同意之前，你出的大门就表示说你对劳工没有照顾，或者他们会反对，会被认为说被认为你是倾向资方的合法，然后我们向资方倾斜。那我把这个难题丢给行政院的话，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嘿。哎，所以你要继续沟通了。是，那你现在目前有没有需要继续沟通？有，我们那最大的症结在哪里？我们都在沟通，跟委员报告。其实现在只要跟工会的团体聚会的时候，我自己都会下去讲课，然后我自己都会去跟他们讲这个劳动派遣目前的状态是如何，然后请大家。那最大劳方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某种程度有一点意识形态，他就是会觉得，如果你去规范它，就等于让劳动派遣就地合法。嘿，虽然我告诉过他们，就是说，如果不定，反而对劳工更不利。嗯，那我觉得台面上大家理性，私底下大家理性来沟通的时候，也许可以接受。嘿，但是只要在台面上的时候，基本上都反对。嘿，都反对，所以它是一个必须要花一点时间去沟通的。那你想这样子沟通要多少时间才能够有个规范？那假设我们说，没有办法沟通，就放任，就照现在这样一个模式，可以吗？当然不行，当然不行。跟委员报告，我们自己本身也请劳资处这个地方，一系列的我们政府，我们劳方团体做一些沟通说明。我们政府对这个劳动派遣，我们也用人嘛，对不对？是啊，我们有个规范，我们有个总量管制嘛，是对不对？那你现在劳方的话，他最主要他认为是你规范的，就等于是合，就是有合法了，就让他合法。对，可是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在这段时间我们并没有闲着，我们除了跟他们沟通以外，另外在目前现行的这样机制下面，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去落实保障我们派遣劳工的，我们也在做。譬如说以公部门的来讲，我们最近就希望能够拟出一个标准，就是没有还没有规范，你这边专章没有出来之前，该规范的能够保护的，规范能够保护劳工，我们还是继续做，而且让他能够落实。譬如说派遣基本上是有劳基法适用的啊，那只是历年来对于他劳基法适用这块并没有很强调，然后让他去被落实执行，那这个是我们现阶段马上就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就加强。就是现在阶段能做的就先做。是，谢谢我们徐少平委员。